诸位同学，诸位法师，请坐。请看《大用无方》最后这一段是离长者的开始啊，这后论啊，它总共有十行文啊，也说得非常的精彩，我们把它念一遍。从有甚三昧以下八十一行颂，名三昧自在分。这是说啊，用我们这个本子呢，是借用无涯三十二首记啊，三十二首记讲业用自在啊，这一段呢就是他此地所说的这八十一行啊记诵，说明三昧自在啊，分是这一个部分。如此统一无碍自在大方王三昧门，入出迎现同时自在门，随众生业啊，随众生业意所见差别，诸佛得道自在故，随众生业自在故，然如来心无所作心，至随盈应无去来心，而可取舍。到这里是一段，下面呢是说的比喻，比喻这一段的文还在后面啊，长者的话不多，把即用无涯了这一大段了做了总结。总结的非常之好啊，论里面所说的同是理是性，所说的意义是不同，说的是事，说的是相啊，森罗万象啊，啊，四相上啊，无量的差别，但是体性呢，没有两样。相我们讲是有啊，性是空啊，啊，不论是物质的现象，还是精神的现象，都是属于
相分。般若心经上讲得很好啊，色受想行识，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没有两样啊！啊，色是物质，啊，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现象无量无边的差别，体性，体性是什么呢？体性是空。体性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世尊在般若会上啊，为我们说出万事万法的真相。真相通达。明白了，这个人就称之为佛陀啊！啊，那我们现在好像也知道了，也明白了，能不能成佛陀呢？能成，也不能成。那为什么说能称呢？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智者大师讲的啊。能称我们是名字佛位啊，哎，就是说有名无实啊。为什么无实呢？我们现在所听说的没有证，不是我们现前限量的境界啊，我们现前限量啊是凡夫啊，是一个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陀啊，不能说不是佛陀啊。佛说得很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啊，蚊虫蚂蚁，他也是佛陀，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包括蚊虫蚂蚁，包括地狱众生啊，也就是说设法界一真庄严用众生这个名词全部都包括尽了啊。佛陀是什么？佛陀是性啊，自性啊，禅经上说得好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事万物是自性生的，就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包括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向诸位报告佛陀的教学，他的内容可以用五个项目全部包括进了。这五个项目啊，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
哲学，早年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佛经里面所讲的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那么科学呢？这世界上鼎鼎大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曾经说，如果有任何宗教能够应付近代科学的需要，那应该就是佛教。啊，这是爱因斯坦说的。啊，方先生是大哲学家，这是大科学家。他们发现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跟哲学都是登峰造极，我们现在在华严经也算是学习不少了，将近4000个小时了，那华严经里面用华严经啊，佛菩萨的看法，世间的科学哲学，佛陀还是把它说成叫世间法，不是佛法。啊，为什么不是佛法呢？科学哲学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了。这句话说得深啊，也说得非常圆满啊。啊，那什么是不二法呢？你看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有啊。见色闻声呢，起心动念呢，他有没有分别执着？想想有，对，那就是世间法。啊，诸佛菩萨之法，实在讲，我们把它分成五个项目，这是随顺俗谛。啊，用世间法的观察角度来看佛法，佛法也是世间法了。所以佛法里面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的世间法了。啊，实际上佛法比这高处太多太多。啊，高在哪里呢？高在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高了，太高了啊！所以方先生称这个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不过分的。佛法在哪里？佛说得好，佛法在你心里。那个佛法的总枢纽，佛法的总开关，不在外头，啊，在你自己心里。因为你本来是佛，这个佛是究竟圆满佛，不是分正佛。那现在呢？现在你变成了凡夫了，啊，为什么变成凡夫呢？因为你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做了一个凡圣迷雾示意图，做了一片观点。这个观点可以大量流通啊，啊，诸位细心的去看看，你就明白了。啊，你才真正呢体会到究竟圆满。真正是像经上讲的同一无碍啊，同一无碍就是一切都没有障碍了啊，你得大自在。大自在是佛法里面讲的解脱，发生般若解脱。啊，解脱这个解，念去生字，不念解。啊，念解是个名词。啊，念解呢是动词，把它解开了。啊，把什么东西解开呢？把烦恼。执着、分别、妄想解开了，啊，脱是什么呢？脱离六道了，脱离十法界了，啊，这个叫脱。十法界像一个小笼子，六道呢，小笼里面的小笼子，三途呢，那更小的笼子。啊，像一只小鸟，啊，被关在最小的笼子里面。三途笼子解开了，还有一道笼子，六道笼子脱离了，还有一个笼子，十法界。啊，十法界这个笼子解开了，你得大自在了，啊，
外面海阔天空啊。啊，任意飞翔啊。佛法讲的离苦得乐啊，你在十法界里头不自在啊，你在六道里头更不自在啊，在三途里面很可怜啊，那个圈子是越来越小啊。佛法里面称为细父啊，细父像像绳索把你捆绑起来，你不自由啊。啊，这三个笼子，啊，怎么造成的呢？现在我们明白了，没有人造。没有人设计，没有人把你关在里面，是你自己造作，自己把自己关在里头。古人有个比喻，比喻得好，春蚕作茧啊，蚕吐丝啊，吐丝做成茧，把自己关在里头，要自作自受啊。所以佛菩萨看到你叫可怜悯者，你怎么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啊？这是佛在经上讲，一切众生一念不绝，而其无名啊，不觉就是无名迷失了本性了，本性是圆觉，圆满的大觉是本性了，迷失了本性就变成不觉了。啊，立刻就变现出见分，从见分呢，立刻变现出相分。啊，见分是什么呢？受想行识。相分就是物质，速度非常之快啊，刹那之间。啊，这个三细相啊，马上就起来了。三细相起来之后，就变成六粗相了。啊，三细六粗，六粗是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给诸位说，这个速度是一刹那之间，非常快速。佛经里面呢，常常这样子形容。叫一时顿现，这个一时就是一刹那，顿现好像同时现前，其实它有先后啊，有先后次第，但是这个先后次第太快了。
那我们不说别的，我们看看科学家啊，这是近代的物理学，比古代的进步多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技术啊，电子显微镜这从前没有啊，啊，发现出这物质现象，科学家的报告，所有的物质最根本上啊，都是基本粒子所构成的啊。这个基本粒子啊，应该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极微之微啊。啊，而基本粒子一些重要的近代物理观念，啊，它有三个。第一个呢，它没有结构，没有其他更基本的东西组成。你像我们讲原子，啊，原子是由电子跟原子核组成的，啊，电子呢，电子还有阴电跟阳电。那这个粒子组成的，那基本粒子没有了，它没有任何条件，这是物质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即微之微呀、啊，啊，它不能再分割了，再分割就没有了。第二个现象呢，物质跟能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粒子会变成能量，能量啊也会变成物质，粒子啊，基本粒子的物质互相转变。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呢发明出来的啊，把物质转变成能量如何把能量变成物质，这是理论上是有讲得通了，技术上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那么佛告诉我们，相分呢就是物质啊，啊，就是基本的粒子啊。确实是可以转变的，为什么？唯心所现，能量跟物质它的本体是一个，不是二。所以科学家讲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在能量集中时候自然产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很短，这第三个。大部分基本粒子都不稳定，
而且他们会在很短时间内崩溃解散掉了。实际上他这个崩溃解散掉吧，就是变成能量了。那什么原因它会变成能量，现在没人知道。佛知道。八地菩萨以上啊，他亲眼看到。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就只知道，啊，在能量的世界，没有这个物质，就是连基本粒子都没有，在这个能量的世界呢，称之为场。啊，爱因斯坦把它称作场。啊，场里面是能量，能量确实，就像这个天空当中云彩一样，有时间很浓，有时间很薄。啊，浓的时候就会发生物质现象，啊，这个能量就会变成粒子，啊，这是佛经上讲的科学，啊，跟现代这个物理学所发现的是一桩事情。这个里面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呢，那个区别就在观察的人。观察的人如果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叫出世间法。啊，如果这些科学家、哲学家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这叫世间法。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效果在哪里呢？出世间法了，真的解脱了，像此地所说的，你得大自在了。出世间法呢？你还是不得自在。换一句话说，你死了之后还要搞六道轮回，你出不去。效果不相同啊。啊，这个就是说事发永远没有办法跟佛法比的，就在此地。那我们学佛要求啊，学佛要不求，依旧是搞这世间法啊，这个就是古大德常讲的，你在佛法里头有心有解，你没有心啊。有心有解，古人讲叫知解之徒，这个徒就是这一类的人呐。啊，你对佛法所说的东西啊，你知解，实在讲，知解是不透彻、不究竟。你是听别人说的，啊，知解之徒，啊，要用儒家的话来说呢，道听途说，啊，听别人讲，自己并没有证得。啊，今天科学家做实验。
用科学仪器自己看到了，看到也是知解之徒。这个看到不算是真看到啊？为什么呢？你是借这些仪器看到的。真看到呢，不要借这些仪器啊。真看到用什么？用清净心看到，那你是真看到啊，不必用这个电子显微镜，不需要用。啊，你看这个宏观世界，看这个太空，太空里面的星球沉住坏空啊，这里面起的种种变化，你用天眼看到的，不要用显微镜啊，不要用望远镜啊，天文望远镜还是个工具，你还是各一层才见到啊，你需要工具啊。啊，甚深禅定啊，这个里面看到没有工具这个意思要懂啊。啊，不需要工具啊。啊，应用工具就是各一层。啊，那么这个就是方先生所说最高峰的意思。啊，最高峰无需要仪器。科学里面讲的空间与物质，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我们在前面读过不止一遍。须弥那戒子，戒子那须弥，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须弥山进入到芥菜籽里面去了，芥菜籽没放大，须弥山没缩小，须弥山四周围是四王天呢，四王天日常种种一切活动没有产生丝毫变化，甚至是四王天自己也不知道啊，他这个须弥山，他这是一正一报正报全在一个芥菜籽里面这是佛法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佛在经上讲的四大海啊，我们地球上水多于陆地啊，这个四大海到哪里去了呢？到一毛孔里面去了啊，我们这个汗毛孔到汗毛孔里面去了，大海里面所有的水族并不知道啊，这个大海在一毛孔里面
这佛经上常讲啊，啊，大小不二啊，啊，我们前面读过，什么人能进微尘世界？普贤菩萨。能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微尘里面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微尘里面，啊，普贤菩萨知道。普贤菩萨出入自在呀，啊！那么现在物理学呢，也谈到这个现象，在相对论的观念及公式当中，有对这种现象的说明。他说，物质的大小啊，不是一定的，也不是绝对的，小中可以容大啊。譬如佛经上讲的须弥山，走进一个芥菜籽里面，须弥山的四大天王，他的本相一丝毫也没改变，一点都没有影响啊。而四天王实实在在讲，他并不知道，并没有觉察到啊，哎，我们的世界怎么进入芥菜籽里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啊，那我们现前的世界是不是也是在芥菜籽里面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所有一切活动啊，通通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啊。这是什么？这是法性的性德了，法而如是啊。所以大乘经教里头确确实实有高等的哲学，有高等的科学啊。现在科学用现在的仪器，用高深的数学探讨佛法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发现许许多多这个现象呢，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譬如讲我们现实的这个环境。金刚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真相，我们眼见的这个现前一切现象是什么，你一定要懂得，
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这现在大家都相信啊，基本粒子组成原子啊，原子组成分子啊，分子在组成我们的器官呢，组成外面的森罗万象啊，你把它分析开的时候，那就是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的现象刚才讲了，它是不稳定的，它刹那之间就消失掉的。那我们看到的存在上，那是那就不是它一个粒子，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啊，所以我们看的是相续相啊，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亿万分之一秒，你没办法觉察啊。我们所真正看到的感官的世界里面啊，看到的是这些现象的相似相续相啊，决定没有前面一个粒子跟后面的相同的，没有，决定没有啊。那么这些粒子怎么样形成的？佛是一句话说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想是个能量，这个能量的作用非常之大啊。为什么呢？能量能变现出物质啊，能现色法了。佛经上古大德的解释，见分想见，见分要见，想就出来了，这不是从心想生吗？啊，所以真正其如极境的时候啊，极到极处，清净即灭啊，即灭现前，那就是常寂光净土啊。里面有没有相？没有相啊，没有相当中啊能现象，所以现象呢，相跟无相是一，不是二，这叫不二法门啊。啊，为什么相是妄相，相是幻相，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在外面不是现象吗？相即无相，那镜子确实没有相，所现的相和现象也是没有，也是空的，镜子里丝毫不染着啊。要知道比喻，下面经文我们就要讲比喻了，怎么比喻啊？都没有办法比喻到恰到好处啊，比喻只能比喻个方法接近啊，决定没有办法跟真相比喻到完全相同，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
有智慧的人呢，从比喻当中啊，他能够领悟其如。啊，所以比喻在佛法教学里面是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因比喻而契入境界。啊，那么这就是说明，无论是精神的现象，是物质的现象，它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啊，那么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世间人研究物理，研究量子力学，研究相对论的，可以说都是很聪明的人呐。那么他们从物理学的观点观察时间、空间、物质以及现象，啊，他们接触到佛法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佛经上也有这些类似的啊讲解，把近代物理学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佛法全都给描绘出来了。那佛法里真有可学啊，在近代确实有几位学习科学的，用科学的这个观点来看佛法，有一个好处。好处什么呢？肯定佛法不是迷信。现在大家相信科学吗？啊，佛法里有科学。科学帮助佛法破除一般人心中对于佛法是迷信这个错误概念，它能帮助他破除。这是他能做到的。啊，至于如何欺辱佛法，欺辱佛法是迷信见性的。才算是欺辱啊，不能明心见性呢，不算欺辱啊，没欺辱啊。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为什么呢？只有明心见性，你才超越十法界。前面讲了，三个笼子都破了，你出去了，恢复自由。你得到真的自在了。《华严经》上讲的这个不自在的因三个，妄想分别执着，你总要记住啊。没有妄想，那你成佛了。
你所有一切的皮肤啊，完全断掉了。那三个笼子里面最小的笼子破掉了，哦，最小的笼子，我说的是三土，纯善无恶，你还是有执着，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不过执着里头，你是善，没有恶了，恶念没有了，恶也没有了，恶的行为也没有了。你在善恶的里面。啊，那么你最小的这个笼子是三土啊，恶鬼地狱出生呢，这个没有了。什么人脱离了？小乘须陀洹，大乘华严经上讲，初信位的菩萨，没离开六道，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了。他在佛法里面学习，得到纯善了。啊，《十善业道经》上讲的，行善，行善，思想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个人就是须陀洹。